其实不喘口气直接上头还可以，这一喘口气就是开始。这个你拽着它真的有用，我在上头还是必须得拽着它，要不然你真的很难上去。加油加油！啊，是人家衣服，你把人家都，你把人拉成摔跤服了，我都没注意，拉成了露背装。好的，美。马上，等一下。好的。开始吗？开始吧。你给我滚下去啊！对。小心啊！哎，停一下吧，停一下吧。你会吐吧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啊。那你不怕有什么石头吗？中间啥的？石头肯定没有，但是如果是小舞的话，又吐了。